就爱搞飞机待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参加12月5号云林湖尾科技大学举办的2015全国飞行机器人飞行竞赛，勇夺创意设计组冠军。我们第一个使用双燃料引擎，可以使用所谓的甲醇以及汽油。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是汽油来飞行，然后汽油在这边，我们 600cc 的汽油呢，可以滞空，以8000转的时候可以滞空4个小时左右。自转发电的部分，那它可以借由那个引擎，然后提供动力，然后借由那个发电机产生一个电源，让我们的系统可以保持在空中非常久的时间。队员庄峰佳说，经过半年研发，大业设计的无人机有三项主要的特色：双燃料引擎、自转发电，再加上和直升机飞行原理一样的可变螺距的设计。这些创新设计提供无人机更持久的飞行时间和更好的操控性能。这个研发到比赛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。操控系的优点的话，它滞空性可以很久，比一般的电机多一倍的时间。这一次比赛当中是写文书方面整理以及数据方面的整理。但基本上我对于这个领域也是第一次接触，借由这次比赛，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关于说航空或者是机械方面的更多的知识。虽然我们没有航空系，但是我们却表现得比航空系还非常突出啊！这就是我们大业电机啊所要努力啊。这次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，主要原因是队员善用电机系研发的专业，未来系上也会将这项技术进行改造研发，作为电机工程学系努力的发展方向。台湾新闻刘信孝采访报道。